我们只是做个鱼而已，没有这么夸张吧？上气了，上气了，上气了！哇，烫烫烫烫烫烫烫！把这个豆腐放进去，鱼头也放进去。我刚才调好的这个酱，给它上面放上一小。开心吗？吃不清是吧？有烟无伤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够不够年夜饭装逼感觉？哦，这个粉丝先吃。前几天我们发了一条微博，问了一下大家年夜饭当中必须有的菜是什么，排名第一的就是鱼啊，也有道理，中国人对年年有余这个概念还是蛮在意的吧。年夜饭嘛，一定要选用高端的食材啊，我推荐大家选择像我这样的啊，东星斑一条。吃过东星斑没有？没吃过。这原来是东星斑，我以为是鲈鱼。啊你不知道吗？这是东星斑啊，你是不是一下子也懵了？我们把零打一下啊，其实完全可以交给摊主来处理。为什么我把这个加进来呢？是觉得这个时长实在太水了，强行加了一些尬聊，还有人私信骂我呢。天天讲那些有事没的干什么？教做菜不行吗？但我觉得聊天可以让大家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，我觉得这个环节很重要，比做菜更重要。比如说这个时候要聊一聊你们年夜饭上必须要有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很有亲切感。东星斑的头和尾都要切下来啊，鳍这里下刀这样斜切进去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从这个鳍斜切进去。这里有根竹骨，把它切断，内脏掏掉啊，把鱼鳃剪掉，冲洗干净，然后把尾巴也切下来，片进去一点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片进去一点，中间这根脊骨把它剪掉，变成这样一个形状，这样就更好的立在这了。做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鲈鱼贵啊，这个不是鲈鱼，这个东星斑上面有尖刺，很扎人的，咱们把鱼肉给片下来，背部这样切进去，贴着骨头这样切进去，这就我们把一边的肉提出来了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这鱼骨就不要了，鱼肚子上大刺我们也都切掉，接着把鱼片成片啊，切到皮的时候不要切断啊，然后再片一刀，这样再把皮切断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有点像蝴蝶一样的鱼片。鲈鱼盒子？什么鲈鱼盒子？铁盒的时候也这么切？哦，差不多，但大概思路就是这样，简单吧？有所就会，几乎没有难度，如果不会你就切厚一点，切厚一点就没关系了，实在不行交给摊主嘛，南方的摊主会帮忙切片吗？说你要做酸菜鱼的话他会帮你切片，但是你切你这样的片应该不行，对，稍微麻烦一点，哎，切不开了这块，稍微撒一点盐，然后抓一下它，注意不要把它抓破，因为我们这个刀工啊特别的巧妙，然后用清水冲一下，就这么点啊，纸巾把鱼表面的水一定要吸干啊，轻柔一点，温柔一点，把它想象成是你男朋友那样去呵护，不应该让你们想象这种没有的东西。问你吗？挪到碗里面，一点底盐，一点味精，花雕酒，葱姜水来一点，蛋清，抓到起黏起胶啊，抓一点水淀粉进去，继续抓黏，把它放到一边备用。配菜处理啊，葱我们只要葱白的部分，葱绿我们切成段，然后把葱白切成细末，生姜我们把皮去掉，拍一点姜蓉。这个我是第一次拍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拍啊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对，你刚刚有点在刮。然后再这样一点点拍出来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不要的东西。姜蒜蓉当中倒一点点味精，一点点盐，再来点黄辣椒啊，把这些拌匀，随便切点洋葱和我们刚才的葱放到一起，这个剩的生姜啊切成片也跟这个放到一起，再来点蒜，锅里倒一点油，我们刚才切的洋葱都倒进去熬油，小火慢慢熬啊，然后我们可以捞一点油出来淋到我们刚才调的这个酱里面，搅拌一下。哇，这个酱看着就很好吃啊。葱油我们倒出来，倒上蒸油豉油，多倒一点啊，再来一点糖，搅拌均匀，这个就是料汁。最后我们来准备一个豆腐，豆腐也是我们那边必吃的，我们叫臭豆腐，我选的是嫩豆腐，口感更好一点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摆盘了，白酒快吗？有种九五至尊的感觉，先上锅蒸吧。上气了，上气了，上气了，哇，烫烫烫烫烫烫烫，把这个豆腐放进去，鱼头也放进去，先蒸五分钟吧。我们只是做个鱼而已，没有这么夸张吧。整个动漫角色里最帅的就是我这样的。豆腐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啊，金针菇啊，青笋丝啊，鱼尾巴我们也放回去，鱼头也放过来。接着我们开始摆盘，切好的蝴蝶鱼片铺到我们这个豆腐上。我觉得应该不难吧，这个我觉得就切鱼有点难，感觉太多了，没必要切那么多，因为我们本身就只是做一个小菜而已。刚才调好的这个酱啊，每个上面放上一小勺，这个其实可以换成你想要的任何口味，我本来想放青椒酱的，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一点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够不够年夜饭装逼感觉？好米其林啊。上气了啊，放上去，这回只要蒸三分钟就可以了。拍得清吗？拍不清是吧？有烟无伤。接着我们来把泡好这个汁儿倒上去，注意啊，不要倒到鱼上面，就从边上倒上去，其实是可以滋油的啊，那我觉得滋油危险性过高了。怎么说？好看。装逼吧。装逼。老婆相信我，这个蒸的巨好吃。烫不烫？不烫。好吃吗？好喝。好吃是吧？烫。我是铁嘴吗？烫的我眼泪都出来了。好吃啊，豆腐好嫩，然后鱼肉也好嫩，葱姜那个味道。今年过年我就做这个菜，装逼吧。好吧，
这个就是我们年夜饭装逼菜的第三道了吗？第二道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年年有余。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我做的年夜饭的东西，可以在这弹幕上面告诉我们啊。